新的啦，打绿豆啊，起起来啊，起一个新的菜起来。一包鱼香肉丝，我家己研发，还有三人份的，一包三啊包，来起两包，一边两包，我来起两包，可以两包下去。一包我搁请你吃，你要几包？加一包。啊，一瓶六个。这盘你冰箱冰下去啊，挂这包上，你的冰箱若有在条超一个位起来，叫你帮我给那冰，千二一千，唔免先计先啊，计啊，莫个，来，听好啊，时间要计啊，计来啊，我家己研发的羊肉咯，这只外口煮了五啊五，我今仔真正让你买一票你送的，来，你无给钱我就随收啊，我未过来拜托啊，我这票是要回馈给大家，我给两包去，这只外口煮了五啊五，这我家己研发的。啊，这拢恁的，你若冰箱你有在条超这个位出来，你冰掉，我要休困啊。一瓶六个人客，我卖一百二十，剩的拢送你，五百块好啦，五百块好啦。你遐哩袂考虑啊，你买袂着啊。一个装修，全部装修，你讲几个装修？全部拢是五百块咯，最后搁一个人客，最后一个。应该拢客，至少十二分哦，可能有两包。两个。来。十二包啊，十二包啊。搁一个五百哦。这张五百，你也经过考虑哦，美女，五百块呢，你还要考虑哦。吃不完的冰淇淋，你送给你的爸爸妈妈，送给你的亲朋好友。美女，这不用再考虑了。贵人，大哥，收钱。最后还一个人给五包。两个，三个，五百块，还一个人给，好爽。一包满满满卖你五百，搁送你一包鱼香肉丝，搁送你一包羊肉，安尼五百，你经过考虑，五百搁一个，刷。我收三个，来我六个。最后三个五百块上面去。你刚好等下来，想要我给你介绍一家的无？想帮我，我帮你介绍一下吗？你刚来没有看到东西的，你想你让我你想介绍一下手机吗？你是要配合我，是要介绍一下？来。伊即摆耳仔拍开，目睭白好大，即叫帝王蟹棒，即退冰就会当食。即四支卖你五百，即个鲍鱼退冰食食嘛五百，即包贡丸卖十几年啊五百，即包鲈鱼千百，一支翅拢无送你五百，即包鸡腿一支骨头拢无五百，即包沙白鱼丸送你五百，佮加一支鸡腿互你五百，斗两起来。佮即包三文的鱼香肉丝，等下用我烧落当食。即包羊肉大包五啊五，即盘五百块。五百块，再讲一个，最后搁一个无啊，五百。来我六个，来我七个，最后一个了，五百块。来我四个。最后一个五百，你难买，我要改买啊。来七个，四个。两碗拢冻袂掉啊。包，包，来豆豆包，来起来。我甲用，你一定要豆豆包哦。啊，包皮袂当地，袂当地，过皮包袂当皮，你一人一人地。几样好、哦，没有吃羊肉的，我已经给你教方法了、哦、你就会了。来，阿哥，你有贵妃包加迄个鲍鱼都袂当坐，分了。最后一个五百块，谁要帮我消一消？拢无。真的是要给大家高兴的啦，这真的是赔钱的啦。我把谁要吃的五百块，一堆钱几块，我给你五百了。你个考虑哦，你真的还考虑啊？太好了啦，真的不用考虑了啦，没有了啦，真的要赔钱给你的那个，我不是开玩笑，我没有骗人的，我是真的要休息的，不然我不会这样卖。来，让你让你先。你赢我了，要不要去包啊？我甲恁对好，昨个是赶紧吼，青讲伊只，倒落恁遐，结果一包破的，佫佫赔人一包，佫不甲臭臊皮包，夭寿！所以我今仔要换一个方式另外慢慢对，来。哦，这里赚到便宜，这两包三啊五，四啊五，靠遐才了五百，这拢免钱啊！这一包两包，
这153、154、8，才500，才免钱啊！送你80块，送你150啊！大哥，才钱也袂退哦！搁送你100块，搁送你80块，搁送你鸡腿拢免钱啊！对哦。什么？你要麻辣的啦？这个，我麻辣做香吗？你要麻辣？你做香的哦，我先来讲的哦。你若要食麻辣，你就挂香的哦。香咖你会喷火哦。走，你个遐金盘300，存你阿名。今仔早人收，存你阿24啊，存你阿300，金盘你现在看。存你阿个白白了，唔是无阿吗？对吧？我刚好看伊。来，阿哥，你刚好要卖飞机无？1500啦，金盘啦，1500300块啦，迄买买无啊？迄一斤800块买在要卖。来果冻我来。啊，到你迄个咱帮我加一寡冰无，放你后壁。啊，伊下下较拍一寡冰，咱白鱼也无爱足歹看。啊，只个300到后尾来，我买许罐我收你啦，299落啦，讲真个卖个老啊，八贵好不好？真个啊，我无你卖299个，我无甲你骗你啊，我300一件卖10几年啊，卖无？299啊！我上一个月，我一世人，我上有人客嘞。不爱啊，哦，没关系，你考虑一下，没有关系。像我这辈子没有上一个月人客，我下落个月就300。哦，我是看你啊，落尾休困啊，上一个月，要无我无你别嘞。哎，你这个果冻要食来，开50休困啊，来收钱。来两个。来紧嘞，来50咯。来三个啊。来。四个。你100块包好就起来哦。来四个啊。15个嘛，阿哥。啊！啊，那个，他说你几个？我收钱。来，提钱钱。最后个结果在上面也无啊。来，我坐啊，我坐啊，最后一个啊。来，我甲恁请教，恁有兴趣的，我提起来卖，我也报不过啊。第一，我后壁有1855的板腱安格斯 Prime 的。黑牛，够连大牛排，够2S 日本北海道生食干杯，够板德利用8100的9孔鲍鱼。这四样够有人要食，这拢算高档货，够有人要有兴趣的，我讲着够有人有兴趣的，拢无人有兴趣。好，无要紧，没关系。好，来，这是我倒啊记名挂了，伊个你只要有想要食的人，给你无买无要紧的，我无要叫你给钱哦。我甲挂了，我揢叫你看深度，揢叫你看物件。你有想要食的好，我无要叫你买。你有想要食的，等下麻烦，我甲你麻烦者，你这个手甲行行安尼落啊。你免做任何动作，我到位。你有兴趣，你这个手行行安尼落。一箱4000几块啦。正常你也无兴趣，我揢头，莫在底下浪费恁的时间，慢慢浪费我的时间啊啦。就休困下就好啊啦。你100包我揢互恁安尼落。哦，这4000几块，这你要食这一定爱感觉的啦。这无人300、500的啦。啊，拢无要紧，我嘛无要叫你买。我绝对没有要叫你们买。你有兴趣的人家，你有想要甲食就好啊，你有想要食安尼就好啊。麻烦这个手甲举起，我给予恁看。来，想要食这个手举起，无买无要紧哦。你有想吃的就举手就好了。一个、两个、三个，好。现在我要安尼讲，你知无？因为第一，恁这若无人举手，拢没有兴趣。我一客起来，我送你，你嘛无啊？因为你都无兴趣，我送你嘛无啊？你有兴趣，我来介绍，经过我介绍，你唔叫有味道，对吧？唔叫意义。来，睇下客起来，来起来，来好，来箱仔边啊讲。啊，刚起来全部货拢无啊嘛？起来即种空的呢，全椒呢，全椒高档货。啊，箱仔上客真济钱呢。伫恁的认知哪底啊？伫恁正常，恁无咧做生意的经营啊，恁拢哦，加减无咧菜市啊买，也是讲捌去食过含朋友去即个海产店啉过酒。恁感觉以恁正常的想法，外口差一半飞机啊，偌济差一半，这是无可能直接差一半啦。正常外口就是差一芹菜、芦笋，差一半菜啊济啦，飞机无几台啦，敢是安尼讲？一半应该200几啊啦，哎无，这只差有3半无？这只规只内脏全部挂皮，拢甲伊拆甲清气淡淡。这只当个只要最强的，你甲留落看，要杀要炒要烘，全部拢会当。这只我切3半，好不好？半，我甲准这只，甲切到3块，甲炒3半菜出来，安尼好不好？3半飞机菜出来，安尼，安尼7.5，7.5加7.5偌济？千啊！这只你若去外口买，同款甲你算工钱，因为我这拢甲伊处理甲清气淡淡。就是讲你若去菜市啊买现捞的啦，哦，人个现捞青的啦，伊伫遐甲伊抬嘛是挂工钱甲你算啊，我这拢甲伊抬好啊。我无甲你算工钱，
千五千二唔免，爱食飞机的即句话，一千三要食一千块，有人要食飞机无？一千五，伊举手拢无一定爱买哦。你若都有手举举，迄几个人举，你无一定爱买哦。你听我卡好难的话，无买拢无要紧的，一千块，爱你钱会教伊，你也出手无？有人要食飞机无？一千块。阿哥，你飞机炸一箱尔？炸一箱尔。啊，你一百敢无啊？好，你等我一下再收掉。来，啊，有买无买拢无要紧。来，第一，这方便，方便啊，这种太好啊，就是讲，当下你唔免阁经过你的手，他妈你麻烦，伫遐你操操啊，这个一只只只尔啦。这飞机哦，你看袂出这飞机哦。金龙三四五个人客，安尼差不多吧。